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麦传道，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每个星期一次嘅主日学课堂。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渴望得到从天而降嘅福气，而我哋嘅上帝咧，佢就系愿意施恩典怜悯人嘅上帝，佢愿意寻求佢嘅人得着从佢而嚟嘅福气。但愿我哋喺上帝嘅面前能够专心一致，成为上帝嘅子民，因上帝而欢喜。我们的心靠上帝而快乐。今天我们开始主日学课堂之前，让我们低头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看见世事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烦闷，让我们烦恼，当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碎破裂，让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沉重，当我们望到天灾人祸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更加会去问上帝啊，你会不会保守我们？为什么这些人会遇到困难呢？有时候我们都很不明白，我们没办法去解释我们面对的处境和事情。但是上帝感谢你，藉着圣经的说话提醒我们，你是那位愿意施怜悯、赐恩典，甚至甘心将你儿子耶稣基督降到世间上面，为的是要与我们同在，为的是要成为我们的救主。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去仰望你、依靠你。今天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求你让经文对着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改变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61至63章，可以说是整个以赛亚书书卷的最尾的部分。这个部分呢，是带来着祝福和盼望，因为当这本书的预言要写完的时候，就是给每一个愿意悔改归向上帝的人，他们能够知道，能够肯定的有一个盼望的确据。这个盼望就是上帝的拯救，尼赛亚救主终必会降临，而人能够依靠他。在路加福音4章17至21节，耶稣亲自的自称他是尼赛亚，他在会堂里面读经的时候就读了以赛亚书第61章的这一部分，就是要讲给当时的所有人知道，以赛亚书61章这段说话就是讲紧耶稣，他是上帝预备的尼赛亚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就是要承担上帝交给他的职分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告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方场，建立先前凄凉之处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，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、修理葡萄园的。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，人必称你们为我们上帝的仆役。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，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，坟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。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，恨恶抢夺和罪孽，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，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，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。凡看见他们的，必认识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田地怎样使白谷发芽，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，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。我读到这一度，以赛亚书第61章是一个充满着安慰的说话。这番的说话不单止是耶稣引用了来去向当时耶稣时代的人去宣告，他就是上帝预备那一位了。上帝的灵充满着他，要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的改变呢？
就是要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愿那些愿意聆听上帝说话，愿意真诚悔改的人，在上帝的里面得到医治，医好伤心的人，被掳的将会得释放，被囚的将会出监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就在这个时候要临到了。上帝的安慰要安慰悲伤的人，让那些受尽羞辱的人，让他们重新的得到喜乐，愿忧伤的灵能够披上赞美的衣服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过的苦难日子呢终于会结束了，因为上帝是公义，他所栽种的要叫他得荣耀。在以赛亚书的时代，巴比伦兴起，成为了犹大和以色列的重大的威胁，他们将会被吞噬。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，所以他们没办法再得到上帝的保护和祝福。但是上帝不是永远怀怒的上帝，他等候他的子民重新的在落败当中要复兴过来，他希望和人重新的建立关系，叫属于他的子民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，让人去看见啊，这一班人呢，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属于上帝的，他们能够重新的兴起是因为上帝拯救他们。当然这件事未曾发生，但以赛亚写的时候他即刻就已经回应了，他心里面就因上帝会有这个拯救的计划大大的欢喜，他的心靠上帝而快乐，因为上帝已经应承了他会拯救属于他的子民。在接着下来的第62章，上帝就要讲明了，他将锡安并当中的子民呢要在落败里面重新的复兴过来，要与他们重建关系，使到锡安的居民呢重新得到荣耀，让上帝的百姓，让周边国家的人都能够知道上帝是锡安的拯救者，是为锡安报仇的上帝。他见到他们的屈辱，他见到他们的败亡，但当他们回转回去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按照着他的应许，他的公义，赦免他们的罪，让他们重新的得力。这部分呢讲到一个新的锡安将会来临，新的耶路撒冷城将会被建立，而当中的人民百姓要有重新的生命。这章分为四个部分，首先讲到新的锡安将会临近，会得着荣耀，同埋有尼赛亚救主在当中。第二部分呢就是等候新的锡安到来的时候，人应当效法尼赛亚，好像上帝预备的救主一样，要传讲上帝的真道，要讲给人听上帝的拯救计划。第三部分呢，上帝再应许他要永远保护这个新的锡安，新的以色列国。而最后呢就是要预备人返返来上帝的面前。以赛亚书62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读了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上帝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。新郎怎样喜悦辛苦，你的上帝也要照样喜悦你。我读到这里，第62章的开头好像写诗歌一样，去描绘当上帝重新的去接纳锡安的时候，他要为他们改一个新的名字，一个新的称呼，而当时代的人就会看得见是上帝的公义去重新的建立他们，周边的王国都会看到他们的荣耀，并且上帝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当时一直被人觉得是被撇弃的，甚至乎是荒凉的地方，要重新的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他们要称为有夫之妇，即嫁得出的一个的童女，因为他不再需要受到羞辱，他将会得到从上帝而来的祝福。然后来到第62章的第六节，我们一起读了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
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，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，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，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，那罪孽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。你们当从门经过，经过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修筑大道，捡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。看啊，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，对石安的居民说，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，为耶和华的属民，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。62章的后半部分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讲的是耶路撒冷得到上帝重生的祝福之后，它是完全不同了，不再是被外邦人吞噬的一个地方，甚至乎因着上帝的拯救，外邦人都要羡慕他们。而住在当中属于上帝的人是上帝的圣民，是上帝属回来的属民。而以后耶路撒冷城必会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，上帝的恩典不会离开这个地方。当上帝提出一个这样的邀请的时候，人又怎样回应呢？第63章是来自一个的祈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末世的盼望，但是我们在世上都仍然背负着我们的重担，我们只能够在这段期间向上帝发出呼求。当你留意回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以赛亚的时代其实救主并未出现，但是他们一直仍然能够期望，这个是以赛亚对上帝那份的信，因上帝的应许他就相信，因着上帝所讲过的说话，他就知道他已经能够获得拯救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。并不是好像现代的基督徒一样，现代的基督徒看的就是、耶稣的事迹我相信，但因为那些事情是已经发生了，所以我们能够去相信去接受呢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藉着耶稣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这个是我们的相信。但如果对照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话，我们就要去思想了，当耶稣要讲过他升天之后将来要必定好像他升天的时候这样降临，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的等候的时刻，在这个警醒的阶段，我们能不能够有着这份的盼望？因为知道耶稣必会回来，我们能够带着他给我们的力量和喜乐去度过世上的事情。而以赛亚书63章就是一个向上帝发出的呼求，首先回顾上帝在昔日赐给以色列的恩典，然后就是想到我们仍然背负的重担，求上帝赦免，希望上帝能够看到我们的痛苦，立刻帮助我们。经文的背景是犹大和耶路撒冷圣殿被巴比伦攻陷的时候，所以当时写这番说话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未得救，不过以赛亚首先知道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恩典，要和上帝重新建立关系，第一样东西我们要回转。于是63章第7节这样讲，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行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怜恤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他说，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，怀揣他们，他们竟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百姓说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？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面前将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致叛跌的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牲畜下到山谷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，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我读到这一度，这一番的祷告，这一番向上帝的寻求，回顾了过去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
摩西带领他们来到红海跟前，上帝怎样将红海的海水分开，让他们走在干地的里面，逃避了埃及法老的战车战马。上帝怎样在绝望的困境当中为他们开出路，带领他们经过这些困难的时刻呢？然后以赛亚就以百姓的名义去祷告，这个祷告的里面首先宣告了他们的信仰，就是要专心的去倚靠上帝，求上帝去垂顾他们。百姓期望在仇敌当中能够得救，他们甚至是首先的去赞美上帝将会施行审判，赞美他有这个的能力。百姓期望荒废的耶路撒冷可以重新的恢复过来，他们开始醒悟了，唯有上帝才能够解决痛苦，积极的去恳求上帝，并且全然的去相信他。因为那些误以为自己一直都有平安的人，将会面对上帝的审判。第十五节，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了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耶和华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？求你为你的仆人，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，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。上帝的恩典要临到，但当人愿意寻求他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亲身的去经历体验这个的恩典，而藉着我们对上帝的相信，我们心里面才有这一份的盼望。就好像以赛亚所提到，上帝呢是从万古以来，他的名是称为我们的救赎主，是我们可以倚靠。在很多时候，人间的倚靠对我们来讲都没有益处，甚至乎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他会搬龙门，搬了去第二度，你没有办法去倚靠他，甚至乎是完全不稳定，你没有办法是全心的去顺服。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上帝，他就是那位随时等候我们回转，当我们去投靠他的时候，他仍然的一样，同昔日一样，永远一样，是会等候我们回转，愿意拯救我们的救赎主。各位，当我们有苦难临到的时候，当我们想起上帝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真的谦卑在他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他的大能，知道他的应许，得着他的祝福。我们低头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主，多谢你恩典，你的灵降临到世人的身上，不单止在耶稣生命上成为了呼召，成为了我们救赎主，我们的盼望，你更加是藉着耶稣的应许讲到圣灵会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懂得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更加会提醒我们去重新的回转回到你的面前。天父，今日当我们愿意诚心向你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就按照你的应许保护我们，赐下心中的喜乐和平安。纵使在世上我们遇到不同的艰难，无论是发生的天灾人祸的事，无论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挣扎和软弱，求上帝你都一一怜悯带领，帮助我们倚靠你的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但愿我们重新的悔改归正，成为你所赐福的后裔。我是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